好，我们开始上课。上一次讨论到温礼记的第二节回阳救逆，温礼记第三节呢温经散寒。温经散寒是因的病症啊跟外寒有关，有外寒直中啊，越过体表皮毛，主要涉及到经络、肌肉、骨节，这些由寒邪为患为主的这类症候。当然这类这个病症的发生呢跟外寒有一定关系，外寒之中，同时呢也有体内的阳气不足内寒招致外寒这样的一种啊常见的可能。所以从它的基本一个病机来看，寒邪之中能够因为寒滞经脉引起了血脉不利，那血脉运行不通，不通则痛，产生以疼痛为特点的一类病症，包括痹症。另外呢寒凝经脉气血瘀滞啊，也可以产生像阴虚一类的阴症的疮疡啊，这一类的外科病症。这是这个寒滞经脉了啊，引起血脉不通气血瘀滞啊，这是一个总的一个病机了。当寒滞经脉有外邪之中因素，也有体内正气亏虚，特别阳气亏虚阴血不足，最正虚的这个特点。这个表上呢列了一些常用一些药物的举例子啊，作为参考了。这个也体现在后面的两个方里边。第一个方呢，《伤寒论》的当归四逆汤。作为当归四逆汤呢，是寒伤血脉啊，血脉凝滞了。当归四逆汤症的基础啊，一般认为本身就有阳气不足，阳气不足，阴血也不足，所以有的说他血虚受寒。能够受寒，自身阳气也不足。那是这个阳气不足、阴血不足，感受寒邪，所以既有体质的阴阳两虚的特点，又有呢外邪之中的因素。所以从病机分析来说，外邪之中啊和这个体内本身阳虚啊，阳气不温啊，阳虚失温有关，也和外邪之中有关，造成手足厥寒、舌淡苔白，寒邪受于凝滞呢，造成血脉不通。除了寒邪受于凝滞，本身阴血不足、脉道不充也有关系，所以血行不畅以后，不痛则痛啊。当然血脉不充感受寒邪呢，出现脉虚欲绝。在伤寒论上，这个方的主症以手足厥寒体现阳虚，脉虚欲绝体现阴血不足，寒凝血滞这个为代表。手足厥寒、脉虚欲绝，当归四逆汤主治。那这个症候都发生在啊寒邪之中凝滞产生的一种手足厥寒兼有疼痛，包括现在很多像冻疮、冻伤以及痹症受寒发作。所以教常写到啊，这个各个关节部位反映出来的痹症啊包括可以是手足啊腰腿啊
这类骨节，由于这个寒邪凝滞、阴血不足产生的痹症，也是常用的范围。这个方在临床治疗像冻疮，这报道很多，冻伤也很多，啊，这在过去曾经在，有一段对外战争当中呢，也我们全国研究这个治疗冻伤方面啊，后来出来有效方剂、有效制剂呢，当归四逆汤也是当时很重要的、很受重视的一个方。这个方的功效呢，温经散寒、养血通脉，反映了外来之寒，温必兼散，啊，温必兼散。养血通脉是考虑血脉瘀滞不通而疼痛，或者针对像脉细欲绝啊，体现出血行不畅，养血通脉。这个方里的君药呢，用当归和桂枝联合做君药。桂枝有温阳作用，也有散寒作用。对外寒来讲，有温经散寒作用；对本身内在阳气不足呢，有这种温助阳气啊，有温阳作用。同时，它也有一定的活血作用。当归呢，养血活血，针对了血脉瘀滞、血脉不通这种血虚血滞的特点。成药呢，以细辛和白芍作为成药，细辛增强桂枝的温散作用，增强桂枝的能够助阳，又能够温散寒邪。芍药呢，和当归协同，有益阴养血、缓解止痛作用。这个方里佐药用通草，利用它可以通利血脉，偏于寒性，制约桂枝细辛的温燥啊，制约桂枝细辛的温燥。这里的通草呢，很多认为是木通，因为在唐以前，这个木通啊，都写为通草。而这个木通的提出呢，是在唐代的《药性论》开始提出来的。这个方呢，是在东汉张仲景的，所以当时这个很多提的通草，实际上是木通啊。那说到木通呢，这个涉及到最近经常谈到的这个关木通啊，马兜铃酸引起急性肾衰的问题。实际上，这个急性肾衰，我们国家这个运用啊，60年代已经有认识到关木通啊，这个引起急性肾衰死亡病例报道，那还是在中医的杂志。哎，所以这个这类副作用呢，历来通过这个配伍的方法来解决它啊。这个关木通，北方的木通了，南方呢川木通为代表了啊。所以从功效上呢，基本相近，略有差别。所以很多现在运用来说，很多都选用川木通啊，但就是关木通，它也有一个啊，你通过配伍制约它。你比如这类利水药、利水清热这类药，中医很少啊，就除了基础方了，很多常用方或者滑石、泽泻、木通这类几样配伍啊，那可以减少它用量，既有功效的协同，又有呢，相近功效之间，毒副作用的相互牵制问题。
所以你要历来很多治水利水要中间用道不通，很多常用方，这里不是指的基础方，常用方你看都是多样啊相近功效药物的并用连用这种方式，你不能够就是说单一味药量大啊。所以在60年代提出来它的用量应该是六克以内安全，现在很多药味少，哎，而用量现在临床上可以说是中药用量越来越大，所以我自己看法跟配伍跟用量这个有一定关系。当研究当中没有都解决以前，相对穿不通安全一些啊，这是这个谈到这里的通草，因为这里通草根据考证实际上指的是木通啊，因为在这个唐以前这个本草书都是写通草，实际上是木通，从唐以后通草木通分开了啊，才分开了。这个说到这个佐药通草了，通利血脉，吃桂枝细心的温燥了，大枣和甘草呢可以一气健脾养血，甘草呢调和诸药，所以这个方它体现了呢温经散寒啊，温经散寒和这个养血通脉相结合，针对了这种体质上阳气不足阴血又不足，感受外寒，感受外寒引起了血脉凝滞啊，引起血脉凝滞产生的一系列病症，现在用的较多的呢那涉及到刚才说的包括像冻伤冻疮啊，痹症妇科痛经啊，这一方面用的较多，但涉及到脾胃啊，肝脾不和兼有这个胃脘痛呕吐像这类吞衰，可以用当归生姜加无鱼生姜，这个方建立在桂枝汤的基本结构，阴阳双相调节，它仍然有这种啊，桂枝芍药这一类啊，阴阳双阳调节的架构，但由于用在啊，以温经散寒、养血通脉为主，温经散寒，所以当归生姜汤从这个方本意呢，它强调血脉瘀滞，阳虚实于温通，所以里边你看生姜这类它就没有用。如果用到加无鱼生姜汤，用到内啊内在脏腑，特别涉及到胃气，他用生姜啊用和胃降逆了，温里啊有这种温里散寒啊和胃降逆，所以这个变化了什么时候去掉什么时候加进来，这个反映出对一个药物的运用，这个药物的特点啊。因为一般来讲用到生姜和胃降逆来说呢，刚才我们说到和无鱼的相配有它特点，而且呢用量上要偏大啊，和胃降逆作用才强，它用来协助温散表邪或者调和气血调营卫都量较小，这是这个方的一个方义分析了。这个方配伍的特点呢，它是阴阳并调，也就阴阳双向调节，还是和前面所讲的桂枝汤的结构啊和小建中汤的结构啊，从思路上阴阳调双向调节是一致的，它阴阳并调以散寒为主的，温补结合呢同时补中育通啊，温补结合补中育通，它有活血
啊、通经这类作用。临床掌握的政治要点呢，按伤寒论上是手足厥寒，脉细欲绝。但是阳气不足，阴血不足，利索点呢，啊，这种舌淡苔白，啊，反映出阴阳气血都不足的这种特点，所以这个作为它的一个政治要点。那不管是用在哪类病症当中，这是使用基本啊基本依据了。这是当归四里汤在运用范围方面，这个经脉受寒、血脉不利啊、疼痛、痹症是一方面，胃脘痛是指的中焦虚寒为基础，这里啊原有中焦阳气不足了，感受寒邪之重，内外寒邪结合，不通之痛，引起了胃脘痛，伴随有啊，这个肝脾不和，胃气上逆，往往可以加用五注与生姜这一类，可以有这个吞酸了，也是治酸常用的。作为头痛，外有寒邪闭阻经络，引起头痛呢，增加活血止痛的力量。那作为腰腿痛，作用主要在偏中下。所以要加上祛风湿、壮腰膝啊这些药物。这个寒滞经脉方面，这里想啊谈到的支冷、肌腹、止按这类啊，涉及到这个血脉瘀滞、冻疮，这个方冻疮、冻伤用的比较多啊，用的比较多。在肝经啊，做寒症啊，往往用说寒伤厥阴，以这个方为主方，也可以治疗痛经、酸痛、前一冷痛，这个方面都是肝经循行的部位了。相应的呢，结合活血行气啊这类药物，这个痛经如果寒伤厥阴，血脉瘀滞引起痛经，在这个温经散寒的基础上加一些活血止痛的药，桃仁红花、川芎、香附、泽兰这类常用了。那厥阴受寒呢，诱发酸痛，可以结合乌药、茴香啊，这个方也是常用的啊。肝经呢络阴气，比如前阴冷痛这一类，也乌药、川楝都行气疏肝温肝的一些啊，台乌啊、银安藿都是温性了。川楝子具有较强的疏肝行气止痛作用，可以和相应的温药相配呢，去性取用。这个伤寒论上有四逆散、四逆汤、当归四逆汤，这几个都是以四逆见证啊作为命名的方子。这比较当中啊，从病机上、组织症候上、四逆的特点上啊，可以进行比较了。四逆汤是典型的四肢厥逆冷过足膝，这是它四逆主症里的特点。四逆散呢，它四逆的啊、手足室温啊范围啊阳气不能布散造成的，范围很小啊，仅仅手足呢指头还是未温的。当归四逆汤也就是说他手足厥寒，厥寒不是厥逆，所以冷的程度啊没有四逆汤重，范围也较小，在啊手足不冷过足膝了。同时这三个方症的病机不同，四逆散是阳气被郁，气机阻滞，清阳不能十四肢造成，
四季汤是心肾阳虚，特别是肾阳虚衰以后啊，阳气的根本不足了，啊，热力来源根本亏虚了，所以这是从体啊自身体质阳气亏损造成。当归四逆汤这个病机呢，有外有寒邪，内在可以阳气不足，但是受外寒引起啊这类的血脉瘀滞，造成四肢啊四肢厥寒，所以从病机上这是不同的。治法方面呢，四逆散症从这个伤寒论来讲，它是用外邪啊郁恶阳气，若你郁恶阳气造成，那就要透邪解郁，透邪解郁。这个四逆汤是附子干姜呢温阳，通过啊温那个脾肾阳气，温阳气的根本，这样来恢复阳气，解决湿逆。当归四逆汤呢，既要散外来之寒，又要呢啊温补啊阳气阴血，加上通脉解除啊血液凝滞，这样呢双向调节来解决手足厥寒。所以从治法上也是不同的，这三类啊都是伤寒论里面提到的三个啊三个名方了，都以四逆命名，所以要做一个它四逆的特点啊病机特点治法特点的一个区别啊一个区别。我们说这个当归四逆加吴虞生姜汤呢，是一个当归四逆汤主要的一个复方，所以它从这个啊主治症候来讲，仍然有血虚寒凝、手足啊逆冷，同时它有内症，寒邪之重啊，还有犯胃啊犯胃呕吐腹痛。而用到当归四逆加吴虞生姜，往往临床它还有这个方有治酸作用。这个黄芪桂枝五物汤也是从功效上和当归四逆汤有类似的，而且它从基本结构上呢是桂枝汤的基础啊，四味药选用加黄芪，益气健脾呀、啊、和血通痹，它是一种血痹症，体现在肌肤麻木不仁，是与阴血所养。这个这样通过黄芪桂枝和芍药双向调节，作用于体表的营卫啊，那这个体表肌肤麻木不仁，通过温阳和血啊来恢复，所以它的脉呢有微涩，体现出血行不畅，血行不畅，所以通过这个方还是有这个有桂枝，有这种畅通血行啊，既有散寒又有一气养血的作用啊，是这样一个特点，用来治疗血痹症的。下一个方呢是洋河汤，洋河汤是一类方，这个方主要用于阴虚，阴虚的特点啊，阴虚的特点和阳症疮疡肿都不同，它有几个无了啊，譬如慢肿无头、酸痛无热，这个皮色一般不变啊，慢肿无头啊，它往往平塌了，因为针对阳症是红肿热痛，哎，局部啊红肿热痛，阳症用样肿多，它慢肿无头、酸痛无热、皮色不变，那这类反映着针对阳症的完全红肿热痛不同的。半见呢阳气不足，
阴血也不足这个特点，所以有口不可舌淡苔白啊，阳气不足阴血也不足的表现，特别口不可嘛，阳气不足了，脉沉细实细都是反映了阴血也不足。所以对于这个阴虚啊，是一类阳啊痈疡肿毒的一个阴症了，它共同特点呢，胃啊这个胃成脓难消，因为在阳症疮疡肿毒啊初期要消了啊，成脓以后要使它溃，溃了以后啊排脓以后要尽快生机收口。阴症的呢这三方面都难，说它三难了，胃成脓难消，已成脓难溃，溃以后难于收口，这是一些共性。那阳和汤呢，从病机来说和三个方面有关。首先阳气不足，不能温通气血瘀滞，同时呢阴血也不足啊，所以又阳气不足阴血不足啊，而且阴症呢不得不到阳气的这种温通温化，精血液可以凝聚，有瘀的特点，精液可以凝聚不化，产生痰浊啊，产生痰浊。所以说阳虚血亏寒凝痰滞，阳虚阴血不足啊，加上痰瘀结合，尤其阳虚不化之后呢，这种寒痰特点呢，排泄物的符合寒痰特点呢，这个比较突出，阴虚的一种共同特点。像很多像骨结核、骨髓炎这些啊，排像豆腐渣一样，这个啊涉及到这个脓液，涉及到啊寒痰的特点比较突出。所以在这类的共同治法方面呢，既要温阳气又要补精血，温阳气补精血，就要散寒邪，又要通痰瘀之治，痰和瘀啊，痰瘀之瘀治。所以说它温阳补血，散寒通治，这是针对它的啊这个阴虚发生的原因和病理产物的特点这样来的。阴虚发生本身是阳气不能温化不能温通这个为主造成，但兼有阴血也不足啊，这个所以治法方面温阳补血散寒通治。阴虚还有个特点，病位很深，所以有些把它啊这个流痰呐、贴果疽啊，它这个产生部位很深，所以在温阳去邪方面啊温通方面作用的层次要深。所以过去有人认为这个方啊是一种多层次的温脱的方法，从这个方补的方面来讲，它体现温补结合，阳气不足阴血不足了，熟地可以啊偏温，同时是滋阴养血的，鹿胶既能温阳阴阳双补，也能补益精血，所以熟地和鹿胶同用呢，体现出一种温补的特点，既能温补阳气，又能够呢补益阴血。炮姜、肉桂、白芥子、麻黄是四味药，重点体现了通，都是温心药，体现温通。由于它病位较深，寒凝血滞啊，加上这个阳气不能温化，痰滞痰瘀的组织比较深，
所以温通呢涉及到几个层次，它用药也很有意思。它应激发生从骨骼啊，很多从像骨髓炎啦、骨结核啦这些深入到骨髓，从骨到肌肉到表皮毛以及皮毛肌肉之间的皮里膜外啊，皮里膜外就是三焦系统这几个层次啊，也就是说是这个阴虚涉及的比阳症疮疡肿瘤不同啊，阳症疮疡肿瘤啊，阴虚不从逆于肉里呀、啊，那经常说逆于肉里是肌肉这个层次，不涉及到骨骼这个层次，所以这里的啊，譬如肉桂，它有温里祛寒作用。有温阳又有活血作用，它作用部位呢从归经最深，可以温脱啊啊这个肾主骨了这个层次向外啊透寒，加上温通这几个药都有温通作用。炮姜呢作用于肌肉这个层次，温脾为主的，脾主肌肉啊，可以温里祛寒，也有一种温脱的作用。白芥子擅长于温脾里膜外啊，可以温通温化痰湿。麻黄宣通毛窍，最体表皮毛，从皮毛到皮里膜外到肌肉这个层次到骨骼，四个药作用的部位不同啊，所以有些人说它是多层次的温脱，把寒邪啊去除啊，多层次的一个温通的方法。而且这几味药结合呢，既能活血又能化痰，针对了痰瘀，用生甘草来调和药性，所以整个方是温通结合的，温补和温通结合的多层次的一种温法，但服用时间较长了啊，服用时间较长，所以从这个方的结构呢，我们按一般常规的温阳补血和温里祛寒、活血通滞、化痰这个方面分析也可以，一般都这样分析了，也可以体会呢它这种啊温通的层次比较深啊，比较深，所以配伍上啊和一般方剂不同，体现出从归经角度啊是多个层次的啊，多个层次的这类配伍是比较少的啊，有它这个特色，用于这个病程较长的阴虚类的适合服用时间较长，也成为一张治疗阴虚阴症的疮疡肿毒的一个名方了啊。这个说到祛寒邪补阳和，在临床应用的政治要点，慢肿无头，皮色不变，酸痛无热，针对阳症红肿热痛来这个不同来把握的。在整个这个方里呢，用药特点熟地重用，本身要长期的这类的这个阴症的阴虚啊，对阴血损伤、脓水流离啊、经久不愈、伤阴伤血也挺厉害，所以用熟地要重用。这其他这有因为温通的药不少了，其中麻黄呢针对这个它是开臭的，用量要较小啊，用较小，而在破溃以后一般不用，这是熟地麻黄用量特点啊，用量特点。那这个方里呢
运用的时候，阳正的当然是禁，啊，禁用了，因为整个的方偏温了，啊，这是阳和汤在临床加减方面，寒重的肉桂，啊，这个作为散寒量增大可以用桂枝，但是加附子肉桂同用的临床上这类的，病啊，这个报道方面的多一些。气虚可以加生芪，而且也适合本身这个这类的这个脓水流离呀，啊，是阴血不足，时间长阳气不足，所以使整个方体现温补结合，本身补气力量不够一些，啊，这是这个方常用的一个加减方法了。温里剂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它实际上温里剂选择了这三类啊，都是一些代表性方剂，啊，都是一些代表性的方剂，主要反映了不同的一些治法，寒邪、伤及经络骨节的一些肌肉这一类的治法，伤及中焦的中焦虚寒的一类治法，以及心肾阳虚的一类治法，还不能概括所有的温法，因为我们后面很多章节里要结合内脏重点呢，配合温法同时来运用的啊，所以温法是个大法，但是这里方剂代表性方剂量不多。啊，是有这个原因，要结合其他章节呢，一起学习和体会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课上到这里了，啊，谢谢大家。